艺人宋少卿再度酒驾被抓。今天凌晨，宋少卿跟好友在板桥 KTV 狂欢，但是他酒后开车擦撞到了小黄，酒测值高达0.95，移送地检署后遭裁定3万块钱交保。宋少卿也正式道歉，说当时他确实是有找代驾，但是因为贪图方便，就直接开车去跟代驾会合，才会发生车祸，为自己的侥幸心态跟大家道歉。不过跟他合作相声30多年的演员冯玉刚，则是代表相声瓦舍发出声明，强调绝不姑息酒驾惯犯，不只是取消了宋少卿在今年的演出，也保证明年的系列演出当中，宋少卿绝对不会出现在舞台上。即使叫了代驾，应该全程由代驾来驾，所以自己发生这样的侥幸的心态是不对的，真是对不起。双眼红肿，感觉酒还没退，艺人宋少卿再度酒驾被抓，遭检方裁定了3万元交保。为何这次又喝酒上路？他坦言是侥幸心态。今天凌晨跟朋友聚会完，我立即叫了代驾，但是很不应该的是，我自己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来跟代驾会合，所以就在这一小段路上，跟计程车发生了轻微的擦撞。28号凌晨2点36分，宋少卿和好友在板桥 KTV 欢唱后开车上路，却擦撞了停等红灯的计程车。这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警局斜对面，而宋少卿酒测值0.95，醉得夸张，全案朝向了违反公共危险罪送办，让许多爱护我的朋友真的担心了，非常抱歉，非常对不起。宋少卿道歉再道歉，但让他合作相声超过30年的老友冯玉刚这回是挺不下去了。相声可以不说，戏可以不演，做人怎么可以做成这样呢？冯玉刚也代表相声瓦舍发声明，强调绝对不姑息不遮掩酒驾累犯，除了今年演出外，明年宋少卿在系列演出中也同样不能出现在舞台上。你看这个事情有多么的虎烂，他这个祸闯的真是时候，是大家请放心，我不会纵容他到台上来的。大家在高雄卫武不会看到宋少卿演33，贪杯又侥幸酒驾上路，即便这次没有伤到人，但宋少卿的所作所为人深深伤到了信任他的人。记者陈藏胡伟伦新北市报道。卡神杨慧如日前才因为侮辱公署遭到了台北地院判刑6个月，但是检调又查出杨慧如利用易史公司取得申办 WTA 台湾女网公开赛之后，疑似是虚报支出，诈领政府机关200万的补助款。台北地检署兵分五路带回了杨慧如等4个人讯问，而全案呢是朝诈欺以及伪造文书罪移送法办。卡神杨慧如日前才指挥网军污蔑了外交部驻大阪办事处，被检察官痛批言论自由不代表可以无法无天。而全案今年11月一审宣判，杨慧如才遭法院依侮辱公诉罪判处6个月徒刑。没想到现在他又爆出了诈领补助款争议。2017年、2018年是谁下令，每一年都给卡神5000万，高达5000万这么高的金额的补助。早在2年前，中华网协前副秘书长赵安华就到北检按铃告发杨慧如，而检方调查后也在28号收网。检调查出杨慧如在易史公司担任董事，该公司2017年以及2018年主办 WTA 台湾女网公开赛，但他们疑似福报支出，诈领超过200万以上。杨慧如被以被告身份约谈，而他的姐姐也疑似涉案，全案朝上了诈欺以及伪造文书罪侦办，只能就他的所有的核销的收支结算表跟他所有申请跟核销的公文去交叉比对，到底这个收支结算表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想要问一下，是不是有杨网军？杨慧如近期时不时跃上了新闻版面，尽管涉嫌诈领补助款还有待厘清，但现阶段恐怕谁都怕与他扯上关系。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有台铁最美区间车之称的 EMU900型电联车，4月份正式上路营运了。不过现在却被爆料，在短短7个月之内，总共故障了684次，而其中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故障就多达了177次。不过对此，台铁在第一时间澄清，这是在试车时间发生的瑕疵，并非故障。不过前立委黄国昌就拿出了内部文件指出，最近一次通报车认机系统严重故障是在12月11号，台铁这才改口解释，到目前为止真正影响到列车营运超过10分钟以上的 A 类故障只有3件。不过列车频频出状况，恐怕也已经影响到了民众对台铁的信赖。
车外下大雨，车内也在下小雨。有台铁最美区间车之称的 EMU 900型列车上路营运后，不仅曾发生漏水事故，还被爆料五月到十一月七个月内共故障了684次，其中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故障多达177次。平均每个月故障的次数已经将近上百次了，台铁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秀出台铁内部文件 ，EMU 900型新车曾发生 ATP 无法开启、空压机故障等状况。最近一次列车人员通报车刃机系统严重故障是12月11号，但台铁却在第一时间辩称，这是在试车期间找出的瑕疵，并非故障。因为一样都呈现出600多件，我们当下确实认为说，是委员是要指教的，是说我们在试车期间发现的嘛。所以我们也才很坦诚的说明。台铁解释，发现车刃机有问题后，已经马上更换，不影响行车安全。也声称经过统计是有683件营运瑕疵，但真正影响列车营运超过10分钟以上的 A 类故障只有3件。这些故障的话，也在当下也都排除完毕，改善的1757件，那只有14件的话，我们现在还在持续的再把它。台铁花了253亿元买新车，才过半年就状况频传。虽然口说行车安全没问题，但恐怕已经影响旅客搭车信赖度。记者综合报道。北女近期举办了带动唱比赛，而其中呢，有一名全盲的学生叫做林立轩，他立刻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因为他患有先天性小眼症，眼睛看不见。表演的时候虽然要透过同学的帮忙完成走位，动作偶尔也会落拍，但是呢，在2分钟的比赛过程，因为信任同学，他非常努力地跟上其他人的脚步完成演出。而这段影片曝光之后，也让很多人直呼好感动。音乐一下，大家整齐踏出第一个舞步，站在第一排最前方。全盲的女同学虽然偶尔有点落拍，动作却很到位，几乎跟同学一模一样。尽管走位时需要同伴帮忙，但不管是跳跃、拍手，她的卖力演出马上成为全场焦点。直到退场也毫不畏惧，跟着同学一起高速冲刺，看得全场眼眶泛红。她是北一女首位全盲学生林立轩，2分钟的表演活力满满，就连口号都是她的想法。光透过描述，我并不知道动作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然会有左右边不一样，他们会带着我的手去做。直到我背起来为止。立轩患有先天性小眼症，但国中毕业后也跟其他同学一样，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第一志愿，不止功课好，还多才多艺。はじめまして、私はリンです。日本語名前はリズです。用流利日文自我介绍，立轩不但拥有语言天分，也积极参与学校活动，担任合唱团指挥，更接受专业的游泳训练，历年来得过不少奖牌。一路走来，背后最大的支持是家人。在家里面除了读书之外，他们就是在背那个舞蹈，几乎他每天压力都是很大，一直要记那个舞步。谈起女儿，林爸爸相当感动，因为立轩把生命活得很精彩，跟同学相处也很融洽，刚开学还特地印了点字摆名条贴在每个同学桌上，才能更认识大家。如今为了班级荣誉拼尽全力的模样，让所有人都想为他鼓掌。接下来的梦想是青春最好礼物。记者徐姐、周慧杰台北采访报道。